很多人买车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，使用方便，尤其是对于不少人的第一辆车而言更是如此。今天就来介绍几款70,000元起步就能拿下的配置丰富的家用车，动力多款选择，有你中意的吗？一、本田飞度，参考价格7.38至10.28万，这是一款两厢轿车，针对年轻市场开发，向来广受好评。该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诠释了短小精悍，看着不大，但内部空间却意外的充裕，后排乘坐非常舒服，载货能力也不错。同时，该车搭载 1.5L 直喷发动机，动力十分强悍，这点懂车的都知道，小钢炮不是白叫的。二、吉利远景 S1， 参考价格6.99至10.29万。定位为跨界 SUV， 造型十分动感时尚，当下流行的溜背造型，结合流线型艺术和应变艺术，该车的配置非常丰富，配有 ESP 上坡辅助、陡坡缓降等实用功能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同时动力方面也有 1.5L 和 1.4T 可选，前者匹配 5MT 变速箱，后者匹配 CVT 变速箱，且最大功率98千瓦，油耗为5.9升100千米，绝对满足日常需求。三、丰田威驰，参考价格6.98至10.98万，是丰田专门为亚洲市场开发的家庭入门级车型，造型非常时尚，怎么潮怎么来，内饰居家风格浓厚，浅色内饰非常温馨方式，全系增配了 ESC 车身稳定系统，是同级车内少见的。动力方面有 1.3L 和 1.5L 两款发动机。以上几款车外形都非常的上乘，是买家用车的首选。